必理痛扑热息痛500毫克，成分最为医学界采用，主治头痛、发烧、各种痛症，可与空肚时服用。成分：梅粒含有 acetaminophen、paracetamol， 500毫克。作用：必理痛经临床证实为宜快速有效但不刺激症位止痛退烧药，短至5分钟开始释放药用成分，能在中枢神经及其他部位发挥止痛作用，也能透过平衡人体脑部的体温调节中心发挥退烧功效。疗效：退烧、止痛、头痛、偏头痛、牙痛、咽喉痛、骨骼疼痛、月经痛、肌肉痛。必理痛能舒缓各种痛症，例如头痛、月榜痛、肌肉痛、骨骼疼痛、肌肉痛等，对于患伤风感冒引起的头痛及发烧同样有效。必理痛更可做长牙时、牙科手术及拔牙后的有效止痛剂。服量：止宫口服，成人每次服一至两粒500毫克至1000毫克 acetaminophen， 每隔4小时或以上服一次，请勿相隔少于4小时服10次药物，24小时内服量不可超过4000毫克 acetaminophen 及8粒必理痛，可于空肚时服用。儿童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必理痛退烧药丸或药水，不建议12岁以下儿童服用此药，不可服用多于指定分量，请经常使用经低有效剂量以减轻症状。禁忌症：对本产品内任何成分敏感人士请勿服用。注意事项：本产品含扑热息痛，若服用超过指定分量之扑热息痛可严重影响肝功能，请将此药及其他药品放置在儿童未易触及的地方，请参阅及依照标签指示使用本产品。若病症持续应立即请教医生，肾肝功能损坏的病患者请于服用前向医生查询。此药物含 sodium methyl、sodium methyl and sodium propylpyrohydroxybenzoate， 1219、1215、1217可能会引致过敏反应，其症状可能会延迟出现。若怀疑出现过敏症状，请即停止服食本药并应尽速延医治理。如有以下状况，在服用此药前请先咨询医生：体重过轻或营养不良，有饮酒习惯，避免与本产品一起使用或限制使用扑热及痛的分量，你有严重感染，严重感染会增加代谢性酸中毒的风险，代谢性酸中毒的症状包括呼吸声急促及困难，感到不适、恶心、身体不适、呕吐、食欲不振。如出现多于一个以上的症状请立即求医。如正服用抗凝血药，例如 Voltaren 及其他 Calmarins， 必须要长期服用 acetaminophen， 这可能会增加流血机会，但人可以偶然的同时服用必理痛，如正服用 Warfarin 或抗凝血药，请于服用此药前向医生查询。如正服用处方或非处方含扑热息痛药物以治疗痛症、发烧、伤风感冒症状，或用以帮助睡眠，请勿服用此药过量。如根据服量指示使用，药物中毒是极之罕有的，但若服用超过指定分量很多之 acetaminophen， 可严重影响肝功能，其症状可能会延迟一星期后才出现。不过在大部分情况及早治理，服用过量是可令肝功能恢复正常，因此若有服用过量的情况，即使无任何症状亦应尽速治理，可能需要以 N-acetylcysteine 或 mesotriamine 做治疗。服用超过指定分量的 acetaminophen 可能会引起肝衰竭、不良反应，如在服食此药物期间出现以下症状，请即停止服食本药并应尽速延医治理。出现敏感症状，如皮肤出疹或痒痒，间中还出现呼吸困难、嘴唇、舌头、咽喉或面部肿胀、皮肤出疹、脱皮或口腔出现溃疡，曾因服用阿司匹林或其他非类固醇类抗炎药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即在服食本药物期间出现相似症状，出现不能解释的瘀伤或流血，不良反应是罕有的，如血小板减少症 thrombocytopenia， 全身过敏性反应 anaphylaxis， 皮肤敏感如出疹、
小一管路水肿 angioedema 由 Stevens Johnson syndrome 引致的全身性多型性红斑对亚硝匹林及其他非类固醇类抗炎药敏感的病患者或会出现支气管痉挛 bronchospasm 肝功能障碍。储存方法：储存于30°C 以下。Panadol and Billitol are trademarked by Olicest to the GSK Group of Companies 2015 GSK Group of Companies or is licensed. All rights reserved. Click subscribe to Users Productions YouTube channel.